自从2010年徐静蕾与黄立行因拍摄《杜拉拉升职记》产生恋情后，四年来两人感情稳定，多次被曝已经密婚，但从未承认的两位在任何公开场合谈及此事都是笑而不语。近日网络上惊现登记人为徐静蕾的香港出入境表格资料，经核实出生年月为1974年4月16日，职业为 actress 等信息均与演员徐静蕾相符。不过由于字迹潦草与写得一手好字的老徐笔迹相差甚远，因为明星工作人员代为登记，但表格登记人签名处有徐静蕾三字的连贯签名，与他平日签名颇为相似。最为劲爆的是，该表格的婚姻状况栏里竟然在已婚中打勾，39岁的徐静蕾疑似早已嫁作他人妇。由于曝光该表格的网友可能意识到泄露他人隐私不妥，原图片和描述文字在6月30日时已经删除，但一句一开始我还以为同名呢，后来进内部资料库一查，资料完全吻合，令该网友的工作身份颇具爆料说服力。看来去年网传徐静蕾与黄立行洛杉矶购爱潮，又作为家属常上台湾探亲等消息，绝非捕风捉影。掐指算来，两人婚史至少已有一年。